好了，阿家人们，今天是克鲁克亚的六岁生日，怎么能没有克鲁克亚的快递呢？克鲁克亚光临！来了来了，刹不住了。这个可不能让狗拆。麻麻酱，这个是给我的吗？好想吃。一起许个愿吧。啊呜！这个宠物的蛋糕还是蛮好看的，我都能感受得到这个东西它肯定很好吃。这个狗头也是可以吃的，我把上面带牙签的小饼干都给它取下来了。我就知道不管这个东西它有多好吃，我家的可鲁克一定是细嚼慢咽的，只有慢慢的吃才能品出它的味道。啊，对了，蛋糕是要分享的，你一个人能吃完吗？你要吃不完的话可以给猫也分享一点。你信不信我一口就能吃完？你要干什么？给你表演一口一个蛋糕。你去哪里啊？你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，没有人跟你抢，没有人跟你抢，你放盘子里吃。我这么大个狗，这么小个蛋糕还要我分享，尖尖一口都能给我挖没了。你一口能咽得下去吗？他又想放他又不想放。吃饭一定要细嚼慢咽，好吃的东西要慢慢吃。嫌慢可以让我妈开倍速观看，已经是五倍速了，我吃得快吧，简直就是暴风吸入，真是开心的一天。啦，贝贝。